天统破了，我给他兜着。在外不可争强好斗，不欺辱别人，也不能为人所欺辱。 做我徒弟，你可愿意？你身边没有外人吧？我要跟你说，我可想死你了。在下卓浩，慕尊者之名而来。我可以为了你变得更好。不知师兄怎么称呼？秦客。 点到即止，不能上来，倒是比他懂规矩。我是沐浴，是南华现任首座弟子。穆师叔，仙界之人，本该戒骄戒躁，这次便算了，可不需要下次了。 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可以来问我。我都说得这么明白，你还不清楚吗？无妨，无妨。取你们的性命，对我来说，不过弹指一挥间的事，难免杀我。我可是好。